各位同心，大家午安。今天咱大家应该吃饱嘛吼？时间上较匆忙啦，休困的时间较短。啊，实在今日是大家拢足无闲的，因为刷落两点啊，咱这个场地要来。回要去日本啊，迄、那个去拜靖国神社，啊，甲天皇祝寿，这个活动，咱今年去呀，拄啊四年啊，啊，要甲大家讲，咱拢也一支入去。是安怎？咱这个国旗啊，大回去拢百几个以上去见天龙，拢会足顺利入去遐。第二摆，因国派因内底警官来甲咱压一个叫做先头部队啦。哦，啊，咱我。台湾民政府迄、那个讲第几车第几车，迄嘛压去，啊，这个旗啊，啊拢压入去。这都要甲大家讲，确实日本天皇拢知啊，干那咱本土台湾人，住伫台湾的人。拢唔知影啦！你若无来上课，你敢会知影？唔知嘛吼，所以就爱拜托大家，回去爱甲大家讲，较教话咧，亲戚朋友、厝边，拢甲讲互知，讲咱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咱诶，甲大日本，唔是现在日本政府啊，是大日本，啊，做邦联呐，那个甲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甲什么？国家做邦联，一个英国啦，他上面有英国的女皇啦，他是尊敬的，而我们就像加拿大安尼，让上面有什么天皇啦，所以要国家大家讲较清楚嘞，李登辉总统。迄阵啊，讲要会审有啊无？美国啊，讲袂使哩。迄阵啊，我也足纳闷的呢。美国都足支持咱的，啊，咱要讲台湾独立，等于李登辉伊的想法是讲，审把那废掉，就是台湾了嘛。所以伊认为讲安尼就是，咱读战争法，安尼会使咧，袂使哩？啊，必须定讲，咱来遮读战争法，爱记得两个铁则啦。第一，流亡政府不得就地怎么样合法。啊！伊想讲，我都做总统啊！啊，我来甲把神废掉，啊，到台湾国啊！伊个想法是安尼啦，所以美国讲袂使哩，啊，才变安怎动神啦？现在咱也有
台湾省政府呢，有省长呢，省主席呢，大家唔知知无？知啊唔知？知嘛吼？嘿，迄拢咧念啥？几了尾个？啊，阁有哦，做啥？有这个市议会呢？有个啊，等于县议员呢？啊，大家唔知知无？拢咧几了尾个？所以这爱甲大家讲。阿扁选到总统，伊讲安尼好，那无爱予咱废神啊变动神，安尼干脆啊，我来申请资料传传的，甲寄去联合国去，我来参加联合国，台湾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啊，联合国秘书长。潘希文，伊甲退惊啦。阿扁啊，这个莫名其妙，是安怎伊会甲咱退惊？咱大家了解，参加联合国爱有四个条件，我看真济讲师拢有讲过啊。第一爱啥？有。国土嘛，有领土嘛，啊，领土有啊无？啊，这是日本天皇的嘛，无嘛？爱有人民有啊无？恁大家提身份证拢中华民国的国民尔呢？恁也唔是公民呢？你以前我咱较少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人甲咱讲，公民才有投票权呢。大家拢无改公民啦，拢提啥物？国民啦，因为伊安尼较无犯这个法啦。大家若会足清楚，一夜之间，1946年1月12日，甲咱改到啥？甲咱改到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加拿大、但英国、美国三次的抗议。啊，伊讲，到尾啊讲啊，互阮较好管理的啦。啊，加拿大。甲执行，讲，若要改国籍啊，必须本人爱安怎同意嘛？有没有先试？这拢必须嘛，这拢必须要，拢无嘛，干那公文安尼讲，恁大家拢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阿扁也无法度嘛，咱个地人民也无过来，爱有一个政府呢。咱这个做政府是台湾共和国的政府，还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世界都无承认啊！美国都讲，咱去甲告，伊就甲咱讲第二点就讲，你这个世界无承认啊，这个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所以讲第三无，即摆过来看第四，外交权去查咧，伊甲人签的中南美洲遐小朋友，甲非洲的这些小朋友所签的，拢是中华民国甲人签的，敢有台湾共和国跟人家签啊？双边啊承认。根本就无嘛，所以阿扁啊，我咧莫名其妙咧想无咧，到尾伊咧想讲好咯，安尼来公道，伊才想要用公道。公道啊，秘书长安怎甲人讲？
伊举一个例讲，国宾饭店，你若大家拢去遐住，住五六十年，啊叫大家讲，啊，咱来决定这国宾饭店的所有权，啊，咱来公道，出来斗，安尼敢会使哩？这都你住伫遐根本就无可能啦，啊，这都是战争化。阁有一个特色，叫做啥物？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嘛。啊，所以大家拢足清楚啊。咱这个时间是来帮助大家阁来复习一摆，阁较有这个观念。哦，啊，实际上阿边啊。拿去碰钉子，啊！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都未使独立，你都要，讲要想要独立，伊是啊，美国啊讲，是毋是讲伊是麻烦制造者，是毋是安尼？大家知影这句话唔知？知嘛吼，拢有听到嘛吼，所以大家足清楚啦，这大家拢。会使足清楚，啊！即马按我足滴了解咧，占领不得怎么样？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不得就地合法。这两个铁则一定爱，一旦出去。人来跟你辩论，你敢若学这两句就好啊。这就是100%正确的。是安怎咱告美国奥巴马？奥巴马拢怎么样？拢接受啊？咱告甲奥巴马讲，阮毋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因为以前以我叫阮老爸叫阿多桑，叫阮老母叫卡姐，啊，阮老母话讲呼咪哦呼咪哦，所以啊，我是虾米人？所以甲奥巴马讲。您家己奥巴马家己讲，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法院判定不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啊，恰连白武器有啊无？有嘛，所以讲这个武器要撤销。第三，因为要我们去当兵，啊，不是国家有武器又征兵，那这个就是恐怖分子。所以，甲美国讲，你不能要求啊。流亡政府不得要求不是他的人民来当兵，所以现在才改啥？征兵啦，啊，募兵啦，改募兵啦，不是征兵啦，征兵是违法的。现在才改募兵。啊，这东西什么？有的说，啊，这什么人去争取的啦？实际上是咱甲美国讲。美国你也遵守你家的规定，所以战车啦，啊，迄个军舰啦，啊，车啦，拢迄个 mark 拢提掉，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安尼就大家应该足清楚啊嘛吼，啊，即马好啊，我讲到转来，
大家应该知影我的名嘛吼，伫迄个遐拢看到嘛吼，我家己自我介绍一下啦吼，因为阮老母讲叫我富米啦，事实上啊，我是富米就是文啦、啊，文啦、啊、吼，燕啦、啊，我那个燕啦、啊、就是 Hiko 啦。就是我的日本名叫做久富美希子，吼、哦，这就是我的名。大家若要更了解我较深入的，手机拿出来，你甲写张文燕加两字就好，张文燕教授，你去拍 Google 也好，雅虎也好，去。上网去查一下，就会足了解我，吼、哦，遐有我的足简单的简历啦，吼、哦，若要搁较详尽一点，因为十几年前，一人力银行收集我的资料，要我去把它写一个格言。我讲好，咱也唔知啊，伊干那来邀请，哦，我迄阵啊，拄啊咧做协助人，哦，我迄阵啊写个雅句，即嘛，不过因为我遐是写较详细，为出生啊，中学、大学啊。甲研究所，这个过程写甲较详细，吼、哦、啊！伫遐甲斗三工的人，我拢有甲写出来，甲感恩啦。所以迄阵啊，那是一个本土台湾人，伫这个流亡政府的重要的人伫啊咧做校长。如较早伫中国，庐山管理局是甲虾米人做伙？伊伫遐咧做局长啦，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啊，吴世汉校长，吴世汉做庐山管理局长，就跟蒋经国在，就是干线嘛，伫遐做伙，啊，摕起来。阮这个一间学校是日本时代就有啊，怎予伊来做校长？嘿，佮我伫遐，应该我足感谢吴志汉校长的提拔。但是，伊要提拔我，上头讲看看，要升副教授的时讲，张文燕。太年轻了，按着好理解，在一个国家徐庆忠大家唔知知无？徐庆忠就是迄阵啊，都要做副行政院副院长啦。行政院院长就是蒋经国啦，蒋经国下面的，他的原来在内政部部长的时候。他的机要秘书啊，来到学校，在那边当系主任。那升等会来的啊，牙臭啊，讲不是年轻不年轻的事啊，年资都到了，怎么算是啊？用年轻来反驳，而且通过上教育部论文。怎啊？哪个通过？所以我嘛好运啦，三十几岁啊，做戏过了后，我迄个主任走去美国，伊国家推荐来代理办第一次的大专院校的评鉴。全国我做代理的时间办全国第一。评鉴第一，
啊，所以伊讲无要转来，吴校长才叫我起来做系主任。啊，这就是啥？我好运啊！啊，甲大家讲，大家今仔日来参加，拢是恁的福气啦！你这波打到啊，啊那甲我同款的，人讲哎，你叫我做代理，做代理系主任，啊评鉴拼甲要死哩，那遐计较，啊代理佫无佫领迄个啊，迄个加值咧，加值佫好，迄个咧领咧，你若伤计较，啥人袂叫你来？所以我咧想是安尼啦。我们校长吴思翰校长加提拔，所以换三个校长，我那是一级主管，三个校长我还是，所以我祝贺我三十几岁啊，都提到教授，我那无离开国立的学校。以前吼，一班四个老师啦，伊有编制的嘛，国家预算嘛，四个老师，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啊个一个工友，一班五员呐，啊就是四个教员，啊，因为我若卖走。阮迄下内底个老师啊，拢阮十班，计计才是十个教授尔，死一个补一个，死一个补一个。所以有诶讲哦，台大要升教授哪会遐困难？啊，有诶无走啊，早期伫遐拢副教授足济个啊。啊，你若一个教授死去，才会使补一个出来啊。啊，我伫遐。三十几岁就提教授啊！啊那底下直直直直，但阮遐个做啥，会卡手个吼，要升就足困难个，所以我就转我出国去。哦，类似安尼，所以我要予大家了解，因为咱无计较，所以我伫一人力银行，伊讲爱。写两句的做啥？格言啦！啊，我迄阵啊，十几年我就写态度，态度。哦啊，最近啊，足流行的，敢若报纸安尼掀起讲，一篇报纸遐顶讲，敢若写态度尔，大家毋知有看到无？所以，啊，一句我若写有心啦。但是一人力银行啊，我是写家的啊，一所大学邀请我回来，迄个时段我伫遐做啊，系主任的时段，阁刷落无啦，因为阁刷落，我阁一个大学阁叫我去请我去做讲座教授，啊，我任务甲完成，啊，咱起码拢伫遮。在做义工，这就是讲，咱的观念这是正确的，啊，我是百分之百，啊，唔只头拄啊，甲大家讲，大家拢有福气，拢看会到，啊，这就是开场白啦，开场白，予大家，我会了解我，啊，我会啊了解咱秘书长甲咱讲的。是两个战争化的铁则，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啊，咱即卖要甲咱准备的、甲复习的，会做 PowerPoint 呐，啊，来予大家看，啊，咱则来说明一下。第一是感谢大家，因为有恁来参加。咱
才会成功。若无恁，哪有可能？干那迄几个人哪有可能？所以一定要拜托大家，转去叫较少年的、有专业的来上课，啊，叫亲戚朋友拢来请身份证，因为身份证这是100%喺外国拢会用的，吼、哦，这要甲大家啊讲，给大家知影。咱开幕词的时候，大家拢有参加，拢有听到啥？啊，咱啊未来的国家，这块土地是咱的，大家有嘛吼？啊，那有唱啊日本国歌，有唱美国国歌，过来拢有讲咱的主张是啥物？啊，无讲到咱的宗旨啦。我即卖要讲，咱的宗旨是啥物？咱的宗旨是为啊百姓设想，这是咱的宗旨。因为咱拢阿伯啊，你若是做官员的时啊，你一定安尼做就对啊。一切拢为百姓，你的心肝若有为百姓，你去做一定是做了足好的，啊，我真投入，这就是态度甲有心。因为大家抬头都愿意踏进来了，现在都爱个加强者，爱个有心，找人来上课，叫伊来请身份证，安尼都完成啊啦。啊，秘书长讲，大家敢有叫大家讲拿刀拿枪去干革命？有啊无？咱无啦，咱干阿讲。时间到了，恁要去金门妈祖平潭，美国拢甲中国讲好啊，传好啊，迄、那个所在，若无爱带到台湾的人，会使带去遐去。啊，这就是事实上就是安尼，啊，我予大家了解。啊，咱即马啊要过来。讲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先生做13年的总统，迄、那个蒋经国死去了后，伊伫国父纪念馆就职，迄、那个时阵。全球啊，干那应该我所参加200个人啊，入去国父纪念馆。我很幸运啦、啊，我是见证者一个人啦、啊，迄阵啊200个去，啊，因为我那要去讲到这個，咱这个徽章啊。这个形式啊，模型啊，都、就是我提入去国父纪念馆啊，李登辉总统接总统的时，送一粒，入去内底的人拢送一粒，啊，我拄啊留咧，爱怎必须定讲，哎，咱也爱创一个徽章，我甲迄粒提好必须定。啊，大家研究讲讲的，安尼就是类似我呈安的方式，这个形状啦。所以我讲这个，大家知影吼。啊，所以讲大家来参加，你若要创造历史，这那是你的机会。你伫遮啊，
有啊，你的态度跟你的有心啊，把它完成你的心愿啊，你就是在创造历史了嘛。好、哦，这要给大家知影。事实上，类似这个问题，我还给大家啊，即马我来去讲到啊，咱这啊，算讲李登辉总统，因为伊最近所了解92岁，伊个来这差几啊期啊做啥？伊支架你知啊？我讲要最少一期以上安尼，哎、欸，爱去日本，92岁啊！这大家去想，这无简单啊！那么日本重要的人邀请要去见伊，伊敢会去？恁大家安尼想就好啊！伊去大阪讲啥？你看大阪讲啥？讲日台命运共同体啦！即句甲想想咧。是不是跟秘书长所说的，咱就是、啊、日本天皇的臣民嘛？这都很清楚啊，伊也很清楚啊。哎，过来，去伫东京咧讲啥？讲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啦，因为以前马克尔帅。该伊个要做啥？宪法，互因无法度啊，保有迄个要做啊，武力人家进到他的圣公迄个国土里面啊，或是他的领海里面啊，他没有办法攻击。啊，就人爱拍来，咱叫伊阵叫自卫权呐，叫法度去自卫啦。好、哦，大家可以很清楚了解，因为安尼讲，这是东京呢，是要伊主要是讲啊，安倍晋三，他要回复要去改这个宪法，啊，因迄个众议院啊，诶，议员啊，70%都反对。啊！伊无法度从阿咩来用行政权啊，要把这个自卫权取消，他们就是要有这个啊攻击的能力，因即家己保有这个武力，所以李登辉那是咧啊，甲安倍晋三这个首相讲，甲话好就不能怎样。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啊，那么别人的啊，交给别人的手里，这东西啊，你未使讲啊，这个咱干那自卫呢？啊，美国咧甲你保护，啊，美国人唔甲你保护，啊，就中共就拍你啊，怎袂安怎？类似安尼啦，这都是要给大家观念者，啊，过来赞扬这个啥，迄个安倍晋三，他做的对。所以最近，今天他们可能在选举了。哦，安倍讲啊，恁这些众议员拢无要改宪法，安尼袂使哩啊！众议员全部辞职，即马都要等来算，等来算。啊，可能秘书长老讲一下，讲应该会。2/3会赢，所以伊就主要重点要予人民知啊，伊就是要改这个宪法。啊，那宪法改了了后，他们就有保有这个啊战力啊，所以人呢击败，在他的啊境内，他就会用武力。把它消灭，
啊，这就是保有武力啊，并不代表战争。人家会惊，啊，无中伫咧礼拜啊，吼，这个情形啦，啊，整个脉络上是这样的。这就是安怎，去了，这个什么人？这个是滨田啊，滨田红一啦，这个滨田红一，滨田红一是什么？是安倍晋三的经济学教父，他的老师啦，经济学。啊的老师，他本身在美国加州的著名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哎，伊去讲两摆，东京啊，台办东京讲话讲了，日本首相阁叫伊的老师来个。啊！李登辉总统阁都要去讲啥？伊这个标题啊，当然这拢无讲了真迄个。我咧坐捷运的时啊，伫台北咧坐捷运的时啊，看到迄个广告，我怎啊甲翕起来？翕起来，伊会讲啦，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咱台湾情况咪？这个人足重，这个人足重要呢。安倍经济老师，拢伊咧建言，啊咧教育的，迄落咧做。啊，半工来个台湾，干呐？甲李登辉讲，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安尼大家搁去想啊？可是吗？搁刷落去，伫嘉义中正大学，你大家啊，伫嘉义中正大学啊，李登辉硕班啊，名誉博士的时候，甲少年的讲要结束什么？大家唔知有看到无？看到报纸，甲少年咧讲，恁大家即马可以上网去查。李登辉在中正大学向年轻人讲什么话？伊讲要结束外来政权呐。大家个想看嘛？李登辉如来是安怎？如积极呢？伊有去日本了后，啊，哪会遐好打？日本是毋是天皇已经有交代啊？啊无，伊遐好打，讲要甲结束，叫少年了，伊伫大学里面讲话，啊，大学里面。拢也是来研究所的，有差不多二七八岁、三十岁左右的，即个啊，那大学部分，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即个讲要结束啊外来政权，那看去食到好大药啊呢？搁刷落，最近伫伊个。往迄个做，迄个要做啊，等于啊，往书里面啊，搁讲啥？讲马英九要死啊，连总统都爱死啦，有啊无？啊，即卖少年人拢去上网看卖咧，看有咧讲遮啊无？如讲遮，如啥？后边若无人咧甲斗三工，伊敢敢安尼讲？伊一个迄落，伊若无
两步起来，伊敢敢敢讲？咱内心就好啊。去日本转来了后，啊，就直直啊，日本佫派人甲伊讲，又佫伊伫大学佫讲，佫伫脸书佫讲，有啊无？所以，我嘛甲大家讲，我伫研究所我有开课，我拢甲我的学生讲。若要来上课，拢带笔电来啦。因为我上课讲到遐，恁着上网去看。才会讲啊，这个教授嘴若嘴甲讲到全破了了，但是都无影无伫遮。恁家己上网去看啦。所以，若少年的恁即摆去甲上网去看，我咧讲看有影无影。啊，这就是事实啦。好，啊，这难要让大家了解。你看，是不是准备要走路啊？伊总统府爱让出来啊，要刷去台去，啊，要刷去。国防部迁到大直啦，不爱特区不收钱啦。当然，伊爱安尼来掩盖啦。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嘛。国防部与那个总统府那边就国防部嘛，后门就国防部，那么在一起保护嘛，总统嘛。啊，现在要迁到大直去了。即卖咧上课吼，上课了，恁才要翕才去翕吼，莫耽误大家时间吼，歹势啦。恁家己私下要安怎去翕，要紧吼，啊莫去耽误吼，大家时间讲来安尼哪一个部分要互你翕。即安尼大家有问题啊无？啊是毋是安尼？迄搁看落吼，实在拢有即个要做啥？咱讲这个脉络啦，好，这个大家知影？你看，这是啥？六月十六，金溥啊，这个啊，金溥聪，伊为美国驻日啊驻美代表，登来做国安啊市长。哦，国安会秘书长吼，伊甲马英九讲，安怎？大船离港啦！啊，自由广场的记者写的，哦，记者写的，啊，伊甲讲要航哦，那个航向何方啊？要离港要走去台去，平潭岛嘛，这拢是有脉络啊。国防部刷去大直，伊的驻美的代表回来甲讲，讲准备要走开啊。这我都甲你讲，恁上网去查啦。唔卖讲拢我咧讲，我无根据，我袂讲啦。我是教授，袂使胡白讲诶。吼、哦，啊，这就是互大家看嘛，啊，上网去查。要讲到这吼、哦，迄个习近平也足清楚。习近平安那会足清楚。伊去甲天王讲，伊要中国经济较好势啊，要来买台湾啦。因为伊去美国访问回来过日本，伊讲要见天王。啊，
叫外务省，就是因为外交部安排。日本的外交部讲，你要安排甲阮啊天皇见面啊，迄都要半年前以前都要排啊啦，无可能啦。习近平才甲透过美国，美国才甲安排去见日本天皇。啊，见到无二十分呢，就再见啦。伊讲中国的经济较好过啊，我要来甲恁买台湾平和。习近平安甲天皇讲，啊，天皇讲，阮祖先甲芝麻从来都无咧卖物件呀。啊，怎啊讲袂落啊，就走啊。所以伊来玩伊咩啦？在联合国里面呐、啊，啊，有关钓鱼台事件的问题啊，伊来夹带来讲，他们有权利收服台湾澎湖。啊，这是啥？在骗这的啥？骗这的联合国有诶国家都比咱较细咧，哪一个国？拢一切，即卖130-140国，所以伊若要开钱，啊，讲啊，恁若提这个案，恁来大家投票同意，啊，我甲恁啊，各国拢甲你起一条高速铁路，啊，是一个叫做啊高速公路，啊，遐个小朋友的国家爱啊不爱？一定爱嘛，啊，台湾甲阮若无伫台啊，等你咧。拢也赞成，啊，毋着好你家在咱有遮有人发现，所以啊，安尼是毋是原因的？好，安尼，让大家知影，伊要正式要甲日本天皇买，无啊多好买嘛，即啊想办法来说服即个联合国即个小朋友，讲啊，恁台来投票，阮啊提案的时，啊，互恁知影，恁来投票。我给您送一条高速铁路，啊，你若是，啊，做伫较细国，伊讲诶，台湾较平哦，甲阮也毋知影，阮哪介有啥物关系？啊，着转互伊啊，我要趁一条高速铁路较赢他哩，是毋是安尼？吼、哦，啊，这着大家去思考啦，吼、哦。这个可能大家我拢有老师我有讲过啊啦。这是什么时阵？3月30是太阳花伫啊世界各地拢徛出来。咱伫台湾50万人，啊，美国看到讲，哦，这些少年的我遐厉害，无紧。甲因讲一下，叫因少年的惊唔到去啦。因甲尾来讲啊，来哦，咱啊来冲什么啊？啊来占什么啊？来宣布台湾独立。台湾独立都较爱甲美国战争啊，阿咩哪会使？啊，美国若惊到啊，安尼袂使，爱去讲互清楚。唔只讲用作罕见，美国治理国务卿。管亚太的来讲台湾自治啊，这个台湾自治就是autonomy， 这个上面有人给你们去自治，上面有天皇给你们自治啊。一个台大经济学教授都有机会甲伊斗阵，伊咧问讲啊，恁这个观念是啥物？伊咧讲，恁即马情形的观念是啥物？啊，我甲讲，就是像加拿大同款，吼、哦，等于那个英国啊，迄、那个国协，因个叫做邦联国协，吼、哦，加拿大尊重英国女皇，啊，咱尊重日本天皇。恁这少年的会用电脑的，
也要发表恁的意见，这个声音拢爱发出去。真正大家活在做功德啦，实际上这拢是在做功德。安尼，这个有问题无？当然，我这要讲哦，就是要甲大家讲，是安怎那会安尼讲？咱去想，两个水库啦，中国甲比例叫做大水库，台湾叫做小水库，迄那。甲拍通过，拢会拍通过，会变安怎？一定细水库的水会流流去大水库嘛？这对啊，唔对？你去甲挖挖一个大水库，啊，甲一个小细水库，是毋是？细水库的水拢会流去大水库，啊，这就是正确的嘛？啊，所以讲，咱呐去依赖中国啊，啊，你家里就废去啊。所以，为什么马英九的政府拢直直挖过去，啊，直直挖过台湾的，直直卖落去？啊，伊这就是讲，咱台湾卖落，因要来管理较好管，这就是这个观念嘛。好，啊，这。这就是这个问题吼，我看因为咱讲爱讲到五十分啦，咱这有诶我无啥爱搁讲过，因为这拢头拄啊有讲，互大家知影就好啊。吼，伊要自卫权解禁啦，吼，啊要爱有武力，吼安尼。即回该选众议院诶议员选举，就是要完成修宪。就是要完全修宪，咱这回要去日本，可能会甲因遐新科的啊，遮个议员见面。好、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补充或知影一下。好、哦、啊，咱即马过来看，好、哦、啊，咱这拢袂阁解释啊吼，好来。要来看一个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流氓政府讲全国法规资料库啦。啊，伊这拢是咧啥？拢咧删除啦，拢咧删除啦，拢咧把它废除、废除、废除，直直废除。上网去看，来，搁看，这拢废除。伊拢爱废除掉啊！啊，伊要造唔车较方便，吼、哦！啊来，咱直直看落吼、哦，有啥物单位家己看吼、哦，我歹阁讲啊吼。你看，这拢废除啦，哦！啊，那要翕就翕一个，啊，我就阁换一页，吼、哦，阁予大家去翕。伊遐拢写时间嘞，吼、哦！好、哦，过来，哎。过来，哦，这人会除，好、哦，啊，过来，啊，这大家知影无？唔知哦，啊，都讲百姓无法度啊。好来。我看江苏敢无讲，哈？好，上上网看，好安尼，大家爱较认真嘞吼。啊，这尤其少年嘞，爱去叫少年嘞，互因去上网，搁较清楚。过来，所以，国防部要搬个大殿，
安尼恁就足清楚啊。啊，但遮呐拢爱废除啊。啊，这个问题哈、哦，由我们听命美国、日本看安那来解决。好、哦，今嘛就是2012年迄阵就讲好啊，来要来吃，你知哦？哦，要来吃，吃今嘛拢咧通行啊呢。你看，共同规划、共同经营、共同收益，阿要成台湾平。的特色。后来，咱今嘛要看一个新闻的报道，和大家看卖。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被做不到。好，我们受害台湾的啊台商，好，请。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
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哦，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安尼足清楚。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咱要到五十分结束吼，啊，佫有一挂较特别的，予大家看就好。啊，我袂佫补充啊吼。啊，这就是行政院的作假啦。吼，啊，这个拄啊走去。你看，如这四月二三讲海军陆战队啊要裁撤，吼，啊，这拢是。这个吼、哦，啊，这大家应该足清楚嘛吼、哦。这，咱即马要过来啊，讲这要拜托大家爱去清身份证啦。啊，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咱这里是要做啊，迄、那个晶片吼、哦、诶身份证。好、哦，来，咱来看啊报道。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嗯、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嗯、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嗯、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来，咱个主要是咱是晶片的。有的无晶片的，吼、哦，你甲咱仿冒，吼、哦，啊，咱是晶片，爱甲大家，啊，这个晶片的，咱即马我要来报道去美国的回来，遐个人的现身说法，哦，咱来看这个现身说法。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啊，安尼大家这啊是我咧讲，所以一定要拜托大家回去，甲你的亲友讲，赶紧来办这个啊，咱的身份证。啊，台湾政府身份证去美国拢会得用哩。这个去关岛，那要求这个海关入关，这个啊移民官啊，甲等这里。哦啊，这也事实。哦，这里大家出国拢啊，拢有这个啊记录伫哩，啊，这就是事实。啊，所以讲。人讲啊，咱这是啊做啥？咧诈骗啊，干嘛有影咧诈骗？啊，这都熟悉啦，吼、哦！啊，这予大家清楚了解。啊，即卖时间直直咧逼我来吼，啊，咱还剩几分钟吼，啊，无要紧。你看，这拢直直咧猜测啊吼，啊，这也直直咧猜测啊。啊，咱即卖来个上尾来看这个金门要撤军啊啦，好来这个。个报道，个予大家知影者哩。来，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
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桃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好，咱时间我都啊到啊，咱今日是要甲遮啊结束，但是爱拜托大家两点，第一点等下要做啥物？拜托介绍较少年的来上课。第二点要做啥物？哈，叫你的亲戚五十拢厝边拢来办亲情。安尼，感谢大家，啊，咱今只结束。